跳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来，你今天还穿几万穿高跟鞋？我？对啊，走路好像有点还是哪有？我很会穿高跟鞋跑步。他很会穿啊，现在只是那个、比较皮啊，就在乱走路。我们四个男生就是有一个旗舰店叫做 Jealous， 然后我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组男子团体，叫做 J4， 然后在里面要唱歌这样。那大家都是很有名的彩妆师，然后各司其职。那戏里面我是负责店里面的云霄的部分。那那个云霄是什么？云霄哦，好。然后 Nick 是负责产品的生产过程，那 Tom 就是负责找贵妇的，赚钱。然后毛弟是少女杀手，出一张嘴啊。对。然后右手边是我前女友，左手边是我现在女友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在戏中会一展歌喉吗？我的歌已经录完了，我录了两首 ，Nick 也录了两首。没有没有 ，Nick 是片尾，然后小猪是片头，我只是中间，就是不小心跑出来唱歌的一个。要不要现场唱歌两句？因为我还没有喝酒，所以还不能唱。因为我录那两首歌喝了两瓶哦，然后录了四天，一天半瓶这样。那你看你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好像有点紧张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其实我没有紧张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新闻怎么会写我很紧张。其实那篇新闻里面我讲的话都不是我说的，跟他拍戏一点都不会紧张，因为蓝正龙就是一个欠揍的小孩，他每天都在现场整我，然后所以不可能会紧张，就很放松。哦，例如他最喜欢二整人的游戏，就是在背后吓人家，平均大概十分钟一次。然后他最近迷上了健身，所以我莫名其妙成为他的哑铃，就是不管我坐在一个椅子上，他就会把整个椅子举起来。反正我最近就是他的健身器材。对，跟不是对戏还蛮多，那应该是马子场比较紧张吧？为什么？不会啊。小马不会紧张啦，你可能会紧张。对啊。对啊。这出戏两人有亲密戏吗？多了，一直亲啊，从开始啊就亲啊，然后中间又亲啊，有吗？后面又亲啊，一直亲，反正一直亲。尺度很大吗？电视剧还好，就是没有办法尺度很宽，虽然我也想，但是也没办法。会吓到导演跟观众，因为我们这是合家观赏的节目，就是很甜蜜了。那你这次演出压力会很大，因为三档的那种收视，基本上收视的压力是真的不会在我身上发生，因为我就是个演员，所以我就尽好自己的职责，把戏演好。但是有拍戏本来就是会有很多外在的因素，例如收视率，可是我当然希望我每一部作品的收视都会越来越好，然后希望大家都会看到就是我的作品。嗯，而且那个戏下都是什么是蛮多人吗？好像听说最近转戏好像变得很搞笑，这样吗？因为也年迈三十几了，开始话比较多了一点。那这一阵子其实成长比较多啦，就是会觉得说好吧，那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吧，那就是满足一下观众跟记者这样。而且形象一直就是有在转变，那怎么还被常驻难搞？我要解释，他真的不难搞。我觉得他很，我很好搞，他很好搞。对，像剧组今天叫我五点起床，我就五点起床。对，然后叫我去录音，我就去录音。然后叫我干嘛我就干嘛，叫他等他就会等，他就在现场猛健身。他会脸臭吗？完全没有，他应该是我们这一排人里面最活泼好动的一个男孩。最近开心果吗？啊，他说你是开心果吗？你自己说自己是开心果也有点尴尬了。那你帮我说好了，他是一个瓜子，因为你不是开心果。好冷哦。
烂好，他是开心果。没无花果的。不是只有逗女生笑吗？会逗男，就是同居的男生。我其实跟 Tom 聊天，还聊蛮多健身，因为他身材真的练得太好了，我很佩服他。我们都等拍戏的时候都会，就是有机会都是健身啊什么。那他拿嘉颖拿，那你就拿一星吧。你们两个应该差不多。比我size大一点点。好好，可以试试看，对。我们都有空都一直健身啊，拿沙包啊什么的，所以对，真的是蛮一个很健康的剧组了、啊。对。是想要做就是如果是休息日，如果说上去到某一个部分，然后就想要弄了，做一个准备吗？我想大家看我的身体也看腻了，就是用 Tom 来好了这一次。啊，我女生我比较好。女生不能播啊。哦，那没办法了。所以你要牺牲了。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因为我的大家不想看了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大家看电影就看可以看到啦，对啊，电视剧应该可以吧。所以在电视剧里面会看到大家就是露身材。有啊，常常洗澡啊。编剧很喜欢叫我们洗澡，你知道吗？要滑倒啊，你知道吗？常常洗澡，常常昏倒这样。那这出戏上映时间刚好跟小狮做对的。有信心吗？老师女儿还没有下达，那会是一场硬仗吧。